开始开兽潮，然后接下来战斧就喊普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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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用啊，普攻不用啊，普攻太瞎了。哇！神器！哎，你没有喊神雷啊？你的神雷？热血钢铁，火气，就告诉我们，就告诉我们，就不要放他了，然后不要用任何普攻。普攻不用喊啊，普攻太吵了啦。普攻等一下就变五个大人，变普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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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靠！神器，进化，我啊，移动。不告诉我们，连奥义都不用放了，那个人数也放。破影潜行。幻影潜行，幻影潜行，火系火系火系。哎，干嘛他出现在我左边啊？灵魂啊，没有魂啊！谁叫你要放什么幻影潜行哦？等一下一定很吵，等一下一定爆干吵，群奥的时候他妈爆干吵。喵，所以我们要小声一点。没关系，我今天我先关耳机。土遁，热血钢铁，热血啦啦啦，出来！天宇斩，破影潜行，哈哈哈哈这到底什么题材内容？有没有支持？我告诉你，你家那个影片神雷，全部都是那种什么奇怪的声音。阿布斯在亚空间击败的魔王丸特别版，哇，有旁白呀、啊！像魔法，等一下又很好玩了。等一下大家都奥义跟神雷或者是神雷之类的吗？应该是，应该是。火气，神器，热血，热血，神雷，热血。不要上丢啊！啊！桃子来帮你抓痒的、啊，好重厕所。哎、欸，右上那两个中风的，请问单兵应该如何处置？两个中风的，要闪到啦！终点的男人，这是告诉我们一句话：不要用任何人数，不要用任何奥义。你就不要用任何人数，跟不要用任何奥义给我看啊！我从哪都没有用过啊，你们发现吗？哎，没关系，你来打这一关啊。这个潜力爆表啊，这个。你信不信让我直接换人太刀上场？人太刀，人法方正。他们就是人太刀是那个最早的棉妖衣。你们要砍宝吗？不然我要乱砍了。火器，火器，土遁。啊靠！他就硬要烤，一直贴着我，这个菜比巴茶主，愤怒。要不要等下连冲锋枪都配音啊？会很好笑啊！冲锋枪，把被冲锋掉，然后那个声音啊，那个就太难了，惨了！我突然觉得不够吵，可能要加点普攻比较实际。靠边。然后黑猫就不服攻了，你就发现我在旁边发呆，整整被发呆，整整被发呆，发呆神器吗？我补神器 ，OK， 啦神器，万用，我挖，热血，哎、欸、有美色十六亿。打那个宝啊！让我差点天宇斩，神雷，我不知道怎么好笑的。哎呀，那意思就是我一直按那一路，就是那一路，那对对对对对，所以自己就不可以不用那一路。因为这一把我有开万用，不用再那一路。
那不用喊呐、啊，喊瓜屁哦、喔，出来！前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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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神奇！前彪，我灭！哎、欸，你下去干嘛？队长，复活！我们队长就这么寿终正寝了。惨了，刚刚天宇斩下去只有 2.5 魂。哎、欸，奥二怎么讲啊？奥二是什么？啊？荒域魂斩啊？怎么样？对对对，荒域魂啊，一个河魂，还荒域魂，是那个和风你们和风章鱼刀，没有河域魂啊，一个河域魂，一个荒域魂、啊，也可以自己起一个名字啊。地精斩。反的馒头，但是没有，他就是拿易经斩，就是拿着这招去改的，改个颜色，换个方向而已。帮我跑一下好了。你用，哇，你用，道具应该是不用跑。钢铁，热铁，地狱变相，空奥啦，天宇斩，哎呀，只打了两只，哎，一只跑回来吃。我谁在用啊？钢铁、热血、热血、钢铁，韩反了。韩粉，韩反了。哦，这到底什么东西啊？和玉魂斩。前彪。他不要过来，大、啊、你的那个嘞，你的影子111式呢？你太强了！轻回，天宇斩，不死鸟喷射。弱掉人，好弱，好弱！天哪，奥三哦。哎呀，土盾，机智，没中，出了土盾，哦，刚刚画面看起来好帅，你在干嘛？你们现在自杀新潮流吗？出了土盾，啊，我操！你不让我的神器补，干忘记刚忘记喊我神器热血跟钢铁，这真的好累。不，前彪，荒域魂斩，怎么办？我想把他撞死。那你撞啊，给你撞，不然你用土盾把他土死也是可以的选择。土盾，我们就在旁边求生，然后你就，哎，土盾，啊，算了。先帮你补一下。你的前标啊！你没有想前标。钢铁，幻音前进，干杯！黑猫猫，土遁，还纳会，你不死鸟喷射说还纳会，还纳会，我为什么在这里？欸、你没有讲钢铁啊？我那不是钢铁啊！哦，这是钢铁护符，好好好、啊。我觉得你快死了，是不是？北色十六夜，帮他补一下，不然他真的快去了。工作。哎、欸，中毒。没技啊！魔器，神器，神器，神器很好用啊。就是timing你要抓好，就是下去啊！干死鸟喷射，还没死。等一下，谁没有上来？
你有领到钱吗？到底？我觉得拍这个短片就好了，十分钟刚刚好，有够悲戚。我是天师，这也是天师盖 BGU， 谢谢各位。我觉得超智障。